整个就是 juicy juicy 的感觉，完全不会干扁哦，好好吃哦。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很下饭，里面直接是有一片起司在后面，好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玉花花，我今天要来开箱网络上评价非常高好吃的猪肉条。我这一次啊，就是一次买了四包不一样的。跟你们说，第一个是招牌蒜香猪肉条，绍兴酒香猪肉条，三杯塔香猪肉条，香烤起司猪肉片。第一个呢，这个招牌蒜香猪肉条呢，我先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包装好了。哎，它里面是这种真空包装，哎，你们看一下真空包装。非常的贴心欸，因为这样子其实就是携带非常的方便，然后你也可以放在你的小包包里，你就完全不会沾到手。嘿嘿，我来吃看看。嗯，那蒜味十足，真的蒜味十足，跟一般的蒜味猪肉条不太一样，因为外面有一些那个蒜味不够。哎，好好吃哦。而且它那个肉啊，搭配这个肉汁，整个就是 juicy juicy 的感觉，完全不会干扁。嗯，而且这个追剧或者是边看电影也可以边吃，真的超方便。再来，绍兴酒香猪肉条。哦，酒味浓郁。很好吃，嗯，很香。我一直吃，就是一直闻到这个很香的绍兴酒味，好吃。三杯塔香猪肉条，那我们来吃吃看。哦，这个好香哦。嗯，这个真的是好像吃到那个三杯鸡的感觉。三杯搭配猪肉条，很不一样的风味哦，好好吃哦！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很下饭，嗯，很不错。它每一款吃起来的味道都很特别，然后呢，重点是它的肉都不会太干扁，就是有点 juicy juicy， 很好吃。嗯，再来香烤起司猪肉片，它是这样子。一片一片的，然后这个大小真的是吃起来刚刚好。哦，它这个是里面直接是有一片起司在后面耶，很独特吧？像我很喜欢吃起司，所以我就觉得猪肉片然后搭配起司真的是一种很不一样的享受，口感很扎实，那个肉非常的扎实。搭配这个起司真的很 OK， 嗯，好吃，耶、yeah, ！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，我真的觉得这一家的肉干、肉片还有他们猪肉条真的是 CP 值蛮高的，因为呢它是真空包装，携带很方便之外，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啊，那个肉都不会太干扁，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又有这种很独特的口味，所以呢我推荐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哦。